普渡，看到了吗？欢迎收看《人人都是孤独旅行家》，我是蝉联王刘嘉林，我们在加拿大拍摄。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观众，经常给我们评论、转发，特别特别感谢，特别特别特别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这一集要说什么呢？我们这集要说那个北极怎么那么热呀？是，就是最近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自然现象。嗯，就是北京都遇到了好像是有气象以来对最冷的一个冬天，就最冷的几天，就这两天嘛，大家都快冻死了。然后那个欢迎代购，那个提前买大鹅的绝对享了福了，对对对，现在也不晚啊。对，可以找我们来买大鹅。然后那个，但是啊，别看这个北京冷成那样，嗯，我们这大北极，大家看我这片子了，你看看热成什么样？你看街上都没有穿厚重羽绒服的吗？今天？对，没有穿厚重，今天穿厚重羽绒服太傻了，热死了。冒大汗那种。对，没看我今天连帽都戴不住了吗？对，冒大汗今天，因为这是负5度，就开始化了。嗯，就好多都开始化了，就开始5度的话。嗯，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样？跟地球要毁灭了似的。对呀，多可怕呀！所以大家来找我，我有枪，我得保护你。我枪还多。那个，要是真地球要毁灭的时候，我没准还能卖你一把。所以大家来找我来吧。就是为什么现在就这样了？对啊，其实这次是这样，就是，你能理解？就小时候老说那个西伯利亚寒流来了，啊，对对对，那寒流来的是什么？其实是一个北极圈，老说那个，就是在整个那个北极上空一个球形，在那个北极圈上空是有一个，嗯，不是环的，是有一片，嗯，就在北极圈里边这么一片冷空气，一直在这个里边绕，自我旋转着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它。为什么它能不出来呢？有一个叫北极环流的这么一个热空气包着它，嗯，转，它这里边这冷空气就出不来。明白。偶尔有一个小口子，就是咱们所说的新闻联播里边说的西班牙寒流来了，西班牙那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来了。嗯，我小时候老说这个嘛，西伯利亚冷，就是这个稍微有一点小口子，它就出来了。嗯，然后今年这个吧，口子大。为什么在口子大？它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刚刚进入冬季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寒流，就外边的这个暖流不够强，嗯，封不住这个寒流，嗯，这个寒流就倾泻下来了，从北极就白令海那个方向就一下就倾泻下来了，所以就是整个北美、中国、俄罗斯什么的都一下遇到了就是这种寒冬的这种状态，冷空气下来了嘛，嗯，那它得置换啊，它冷空气一下来，热空气就上来了啊。就置换了，然后所以就是咱们这儿前一段时间就特暖和，对，有零上的时候呢哈。你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又一下又巨冷，对，就巨冷的那段时间，零下50来度对，记录巨对零下50来度前一段时间又那巨冷的那段时间是什么？它这个寒流，嗯，就是外边的这个暖流，嗯，又增强了啊，嗯。然后这个增强的这个暖流，因为已经都混进去了吧，之前。就导致了一个新的循环，现在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个北极上空的一个新的循环，就是把这个从中间给劈开了，把这北极的整个的一片北极冷空气给劈开了，从中间劈开了，变成两个。天哪！你知道了吧？嗯，在天上转，特别特别奇怪，所以就是大量的冷空气就都跑到下边去了。哦，所以就是下边比上边冷，所以大家找我们来。避寒来吧，上北极来避寒来吧，以后冬天就是北极就特暖和。哦，每年以后都会这样吗？不，这是我觉得算一个
罕见的自然气候吧。我不是说吗，地球要毁灭了。地球要毁灭不是像你们看后天似的啪一天就完了，它是也是一个循序渐进，它肯定是一循序渐进，可能100年，可能200年，可能500年。哦，但是它现在反正肯定会毁灭的嘛。但是它现在八成已经按开始了，你反正肯定会毁灭的嘛，就跟人总会死的嘛。现在肯定是在倒计时呢，对，不管是100年、200年、5000年、5万年，就看人怎么好好过了，嗯，对吧。